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 Richard Tan， 从事跨境物流行业 Logistic。 我感到非常荣幸今天可以录取百起名传之一，感谢上海提供了这么有意义的平台，希望通过我一路走来的经历，可以激发同样在跨境物流不断挣扎的你们继续坚持下去，共同推动整个物流行业的发展和进步，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。送给各位的一句话，始终坚定信念，勇往追求卓越，创造无限可能。谢谢。